Bonjour， 欢迎来到沪江网校法语课堂。OK，Bonjour à tous。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单元的语法部分内容。那在上一节课里呢，我们简单的学习了关于法语当中一种表示过去的时态 ，le passé composé， 复合过去时。首先，它的构成，简单的说呢，就是用 être 或者 avoir 的直陈式现在时变位形式，加上动词的过去分词来组成的。我们也一起简单的看了一下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如果是第一组动词呢，非常简单，把词尾的 er 改成带 accent 的 e 就可以了。而第三组动词呢，刘妮老师也把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做成表格，交给大家自己去记忆了。那么以后我们在学习新的动词的时候，不仅要掌握好它的变位形式，同时呢，也要记住它的过去分词形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别做两组练习，来巩固一下关于 passé composé 的一些内容。首先我们来看哪一些动词在变成复合过去时的时候是用到 avoir 来做出动词的呢？应该说是大部分动词都是用 avoir 来做出动词的。比如看这样的一个例句， Dex et Edouard， 这是两个人的名字， Dex Edouard 应该都是男生的名字。Dex et Edouard regardent le match de foot， 他们在看足球比赛， le match 比赛。那如果要把这一句话改成复合过去时呢？ Dex et Edouard 把 regard 改成复合过去时的形式，那么我们用助动词 avoir 第三人称复数的变位形式是什么呢？ ils ont elles ont， 所以是 on， 加上实义动词 regarder 的过去分词形式，因为它是一个标准的第一组动词啦，所以它的过去分词形式也非常的简单 regarder。 所以这一句话如果表达成复合过去时呢，就是 Dex et Edouard ont regardé le match de foot。Ils ont regardé le match de foot， 他们看过了足球比赛。接下来 Qu'est-ce que tu fais？ 你在做什么呢？ Qu'est-ce que tu fais？ 那如果我要问的是你昨天做了什么呢？昨天 hier， 那因为是发生在过去的动作，所以我们也要用到复合过去式。 Qu'est-ce que tu asavoir 的第二人称单数变为形式 a， 加上动词 faire 的过去分词形式 fait。 所以这一句话是 Qu'est-ce que tu as fait hier？ Qu'est-ce que tu as fait hier？ 你昨天做了什么呢？再看一题， Nous voyons un film très amusant， 我们再看一部非常有趣的电影。这里用到的是动词 voir， 这是一个第三组动词，它的过去分词形式我们也回忆一下，应该是 vu。 所以如果把这一句话改成复合过去时的形式呢，我们看了一部很有趣的电影， Nous avons vu un film très amusant。 Nous avons vu un film très amusant。哎，我们会发现复合过去时呢，它的构成还是比较简单的，关键我们要记住一些常见动词它的过去分词形式是怎么样的。那么接下来的两题呢，我们也快速的看一下。 Vous lisez le texte， 你们在读这个文章吗？那把它改成复合过去时的形式呢，你们读过这篇文章了吗？ Vous avez lu le texte， 动词 lire 的过去分词形式是lu。 Vous avez lu le texte。 Ils apprennent la conjugaison， 他们在学习动词变位吗？改成复合过去时的形式， Ils ont appris la conjugaison， 他们学过动词变位了吗？ Ils ont appris la conjugaison。 Apprendre 的过去分词形式是 appris， 大家也不要忘记了。
好，这里呢都是用 avoir 做助动词的情况了。那我们也学习到了有一些比较特殊的动词，他们会选用 être 来做助动词。是哪些动词呢？记住这一句话，一些表示状态的改变或者位置移动的不及物动词，在变成复合过去时的时候，需要使用 être 来做助动词。比如我们下面的这几句话。第一句， elle， 动词是 rester à la maison hier soir， 她昨天晚上待在家里。那既然是表述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我们也会用复合过去时。Elle est restée à la maison hier soir. Elle est restée. 这时候我们就会用 être 来做助动词，并且要注意一点，当我们选用 être 做助动词的时候，过去分词呢是需要和主语进行配合的，所以这里的 restée 呢就和主语 elle 做了性数上的配合，变成了阴性单数的形式 restée 多加了一个 e。 Elle est restée à la maison hier soir， 她昨天晚上呢待在家里。下面一题，主语是 ses parents， 她的父母，动词 mourir， 去世了。后面还有一个状语 sur l'autoroute， 是在公路上，所以呢应该是发生了车祸不幸去世的。那出生和去世这一对词呢，一般来说我们在表述的时候啊，都是在讲述一个已经发生过了的事情，所以呢通常都会使用复合过去时来表达。因此这里他的父母在公路上发生意外去世了，应该怎么表达呢？ mourir 的 passé composé 复合过去时形式 sont morts， ses parents sont morts sur l'autoroute。这里的 mort 也要和主语 ses parents 来做配合，父母一男一女，那这个情况呢我们是看作第三人称复数 il， 所以 mort 用的也是阳性复数的形式 son mort 加一个 s。 Et puis les enfants de Rita 他的孩子们， les enfants 他们是在五月出生的，动词用的是naître， 它的过去分词形式是 né， 所以呢他们出生在五月应该是 les enfants de Rita sont nés en mai， sont nés。 同样的 né 也要和 les enfants 进行配合。 Et puis Lucas et Florent， 这是两个男生了，他们是一起来的， venir ensemble， 把它变成复合过去时呢， ils sont venus ensemble， Lucas et Florent sont venus ensemble。 venir 的过去分词形式 venu。 好，最后一题， Edouard 动词是 arriver en retard， 表示迟到了， arriver en retard。 这个动词呢我们在上一节课当中没有提到，但是呢同学们应该也很容易理解， arrive 到达，它是不是也是一个表示位置移动的不及物动词呢？所以它也应该用 at 来做助动词。那么 Edouard 他迟到了用复合过去时的形式如何来表达呢？ Edouard est arrivé en retard， 他到晚了， est d'arriver。 好，通过前面的这几道练习呢，相信大家对于 avoir 和 être 做助动词的复合过去时又有了更好的掌握了。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补充一点，我们前面所讲到的这些句子呢都是肯定的形式，那如果我们要对一个过去所发生过的事情进行否定呢，这时候 ne pas 的位置应该放在哪里呢？我们有一个助动词，还有一个实义动词，那么 ne pas 到底应该放在谁的两边呢？在这种时候呢，我们应该否定助动词，也就是否定那个 avoir 或者 être。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句，如果对方问你 Vous avez mangé？
您吃过了吗？你要说，我还没吃呢。Non, je n'ai pas mangé. 这个 ne pas 放在助动词 avoir 的变位形式 et 两边。Je n'ai pas mangé. 那我们可以再看几个例子，就拿刚才举过的那几个练习。Tex et Edouard ont regardé le match de foot. 如果要对这个句子进行否定呢？Ils n'ont pas regardé le match de foot. Ne pas 放在 on 的两边。Ils n'ont pas regardé. Vous avez lu le texte? Non, nous n'avons pas lu le texte. Nous n'avons pas lu. 用 être 做助动词的时候也是一样的。Elle est restée à la maison hier soir.Elle n'est pas restée à la maison hier soir. 同样的 ne pas 放在助动词 être 的两边。Lucas et Florent sont venus ensemble. Lucas et Florent ne sont pas venus ensemble. Ne sont pas venus. 所以呢，我们记住，对于复合过去时的否定，只要否定助动词就可以了。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好，在进一步掌握了关于 le passé composé 复合过去时的知识之后，今天我们再来接着学习法语当中的数字 les chiffres。在前面的学习里呢，我们已经认识了0到20这21个数字，大家应该已经掌握好咯。我们在这里呢就不做回顾了。0 à 20 20是 20， 那接下来的数字呢，我们先来学习几个十位数。20 20， 那么30呢？30在法语里是 trente trente。 et 40 quarante quarante。 50呢？ cinquante cinquante。 6060 60。 我们今天要重点学习的就是这四个十位数。 30 40 50 60。 哎，有一些同学说，刘妮老师你今天偷懒啊，怎么只教这么一点呢，就教我们四个单词啊。其实不是，我们在掌握好这四个单词以后呢，其实从21到69我们就都会表达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不信啊，我们一起来看。首先从20开始，21是 21， 20和1嘛， 21。 那22呢？ 22 22。 注意这个时候 20 后面的 t 是要发音的，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22。那23呢？ 23 24 24 25 25 26 27
28, 29. 看到这里呢，同学们就知道我为什么刚才这么说了。因为从20开始一直到69，法语当中数数的形式呢，和我们中文里是一样的。直接20几、30几、40几、50几、60几，这样来表达就可以了。所以呢，30到39就是 30, 31, 32, 33, 34, 一直到39。40到49呢 ?40, 41, 42, 43, 一直到 49。50到59呢也是 51, 52, 一直到 59。60到69呢从 60, 61 到 69。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我们今天一口气学了很多的数字了。不过呢，在这当中也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地方。首先从词形上来看，我们应该已经看出来，几十一这个数字呢，中间我们是用 A 来连接的。21 21 31 31 41 51 61， 而其他的呢，则是用连字符来连接的。这是一个词形上的区别。还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呢，这些表示几十一的数字，如果后面跟的是阴性的名词呢，un还要变成une。所以21本书是 21 livre。注意不要因为 livre 前面是un就不加复数了。21本它还是复数嘛， 21 livre。而如果是21辆车呢， 21 voiture。 这个un和une还是要随机应变。而第三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 van 的发音。除了单独的 van 和 21 当中结尾的 d 不用发音，剩下的这一些20多的数字呢，从22到29 van 最后的 t 都是需要发音的。 22 23 24 29， 这也是一个发音上的细节问题了。那我们只要注意好这几点，从20一直到69这些数字呢应该都没有问题了。这也是我们今天课后的任务，要去记住这一些数字哦，因为它对于我们下一节课当中所需要学习的一些表达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的内容了。所以这是今天的课后作业，大家要去记住这一些数字哦。一起来做个小练习吧。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我们下一节课再见。